Hello， 各位美丽家人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炎亚纶。目前收藏了大概有四只腕表。第一只腕表其实蛮有趣的，是因为以前在团体的时候啊，就看到哥哥们去机场或是去工作的时候都会特别喜欢看表，然后我就会在旁边偷偷的看，偷偷的学，然后就听他们讲说，哦，这只表是为什么好啊，是可以潜水啊，有很多的功能啊，或者是它是陀飞轮。一直到后来我真的觉得好像辛苦了一阵子可以犒赏自己一下，所以就买了第一只表。应该是功能性吧，功能性以及好搭配，跟外婆最后几天好好的陪她的那个时光心得啊。她每一次划分其实都是这个世界很巨大意义的时刻，所以我觉得表它不只传承的是单纯的时间，而是很多背后我们应该要学习到的一些经验，是世人在透过表跟时间来跟我们讲话的一个很重要的管道。